黑蛋来了。我们今天来看有几个爱心呢？也不能这样讲吧。我是中转站。哎呀，双十特卖会！哇塞！那我们今天要不要讲专属特卖会？闭嘴啦！我今天可能会讲双十特卖会吧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跟一下时事，双十节，可能就讲一下双十节的特卖会吧。我是说可能而已，应该会讲双十节啦，因为他刚好出一系列的双十节活动。哇，国际的手101又出来了，101再次登上版面。之后要有兵，你才可以出征。啊，其实我身高有一点啊，俩公啊，就是我有点玩的有点疯，你知道？所以你说，哎，我的进度怎么越走越快？这样，笑气啊！没啦没啦，我意思是说，玩到很，已经有点程度了。巴等没有找到，不是不是，我没有找物资箱哎，你到底在干嘛？啊？出去啊，不是有那个位置。